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，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。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一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欢迎收听听医生讲看卖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。咱空中的朋友哈，咱今足欢喜的邀请到哈，我高雄医学院的一个学长，嘛是足尊敬的学姐了哈，林玛丽医师了哈。玛丽医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足多谢安尼你，安尼足无闲，可以当来接受这个采访哈。咱广东的朋友可能真侪人捌听过林玛丽医师啦，哈，伊拢互人讲是咱台湾的血液学之母，还是讲哦，伫国际上吼，咱台湾这个血液学研究哈，也是讲是非常重要哈，啊，这是林玛丽医师的这个贡献啦，哈。林医师是高雄医学院毕业嘛？是是是。你第五届。我十六届，啊！你可见你这是我的大学姐嘞，哦！你是台南人？我应该是宜兰人，嘛不是台南大汉。OK， 所以是伫宜兰出世。嗯，迄阵恁爸爸是伫宜兰创啥？做医生，开医生馆。迄个是因为宜兰讲无啥物病院，所以哦，志愿去病院。迄个宜兰，所以伊等于是日本时代读医学院的嘛。是是，伫日本读的。你后伫宜兰开业。是。到尾想到搬去台南。哦，伊到尾吼，转去，佫是感觉讲伊爱学外科，所以佫走转去日本。哦，佫转去日本学外科。啊，佫对日本走去满洲。哦，过去东北就对了。东北啊，到1947年对东北转来台湾。哦，啊，转来了总去台南。转去伊故乡，伫位啊来伫高雄县乌来乡。乌来乡，阮爸爸嘛是乌来乡的人咧。太雅。我是。我咧是有遐来，甲太阳有一块啊，尔。对，我都刚乌来乡啦。乌来乡对对。我二站巷溪边啊啦。我嘛是二站巷溪边啊。对对对。我咧咱刚故乡个。哦，阿姨有当伊有遐来开个过哦。有啊。哦，啊后来较过去台南市啊咧。啊，所以阮主要大部分拢是台南市，啊我读中营女中。哦，所以你读中营女中啦。是因为恁爸爸是基督徒吗？嘿是。哦，他也送你去读中营女中嘛。哦，迄阵我吼无考到台南女中。嘿。啊，所以就去考到啥？考到中营女中，所以我就去读中营女中。啊，你中营女中是读到高中毕业？无，初中毕业，啊嘛过过。我去三年，我伫台北读台北二女中，啊，去走转来读高雄医学院。哦，所以初中读中营女中。嗯，高中读北二女，北二女，啊，你要搁考到高一，高一，啊，所以搁转来台南。OK， 你高一毕业了，你是做病理嘛？是，嘿。迄阵咱想着要去选择病理。我做工的就是讲哦，人对做迄个住院医师，你读医学院，读到第七年就是要做实习医师的时，啊，大家拢 intern， 大家拢去得请。便宜啊！我都唔知呀，无去请啦。安尼哦，啊，到尾啊，上尾啊，几月就较想着，啊，甲去问内科的主任讲，迄内科会当去的未？哦，阿拉讲拢扣了啊，拢扣了，讲迄老早就是要互前一届的学长啦吼。哦，人拢来 apply 啊，人拢 apply， 所以我拢无呀。啊，拢问无啊？拢无，拢无，南部拢无。啊，我怎无法度讲？安尼我都写一张批去，迄台北的迄个台大病理科吼，有时阵有一个老师叫林文士人，啊，伫林文士人，嘿，啊，伫伫迄时我大学个时，因都教个足好个嘛，林文士人，啊，迄个人嘛对学生足好个呀，对，啊，所有学生拢足
就喜欢这个老师了，所以我嘛无法度的时阵，下一条回家问讲，啊，我要安怎？伊讲内科病理研究所，哦，台大病理研究所，对，哦，啊，我就安尼啥，总搞对病理去，所以走对病理去，哦，所以本来。人咧申请迄落内科、内外妇儿科，迄落，人咧入门的科，你拢无受着要去申请啦。无，就是唔知影通申请，啊，大家咧申请拢无甲我通知。啊，无甲你讲，啊，你班咧嘛咧趣味，哎呀，大家同学说无咧收招咧，对啊，啊，无咧问讲咧，啊，你要去对，拢无甲你问，拢无甲我问咧。哦，啊是讲。安尼嘛，无一定就是歹啦，吼。因为病理实在讲，伫医学内底是足重要，吼。要诊断吼，若无病理的根据吼，干那靠临床，有当时也无一定会准嘞，吼。嘿，伊训练吼真严格哦。哦。病理研究所足严格，所以。哦，所以啊，你所以安尼训练我。台大病理研究所，迄阵恁靠入去的是。讲迄个是贵个，去。干那我你嘛，干那你一个哦，啊，无怪伊鼓励你去，可能有人无啥人要去啦。无人要去啊，无人要去。因为吼，迄读美丽研究所，得个解剖尸体嘞，对啊。伊啊，你昨天啊，你个算好大。我吼，我第一遍解剖的时候，感觉家己变巫婆啦。哦，巫婆。我操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我想讲，啊，我打是要继续也是无爱看，无爱做，啊嘛佫。想想呢，无把胃烫起呢，我也是哦，没得勇气走去找头路啦。安尼哦，所以你读大学的时候，你也算足避暑的呢。嘿，哦，足少安尼含人规定安尼。哎，阵呢，查某囡仔干三个呢，我恁班那三个查某呢哦，哇，安尼宝贝啊，安尼伫恁班来讲，三个红脚个走无落去。可能恁迄阵早期吼，伊让伊毕业要去美国足紧的，足紧的，吼，拢足有机会。我嘛是有机会，阿妈古，就是无去请啊，啊，戆啦，无人招我。啊，病理研究所无好趟呢，无好趟哦，我红在遐好，读个足艰苦的啊，读几档？读三年。好，整整三档。啊，个得硕士。对啊，迄逐工爱看切片，对，啊，这个蒙尸体，吼，啊，这个做样本，对，啊，该解剖啦，解剖，有时无点我伫张可能一支脚腿好哩，哈哈哈哈哈，啊，你在都在一支脚腿，哦，啊，所以你是真艰苦，但是有那吹基因家里个读个毕业都对啦，哦。啊！毕业了都有留伫台大，啥留伫台大遐都伊都无人入来嘛。台大边啊，无人入来，无人入来嘛。啊，所以拢欠人。啊，就讲拜托我去继续做老嘞，老嘞安尼。啊，就变做讲师。诶，无啦，我做助教，做看卖做足济年，啊讲师啊足济年吼。哦。啊，到尾我要离开伊以前两年，较变副教授。哦。啊，所以我。有看你的过去的迄个经历哈，所以你后来冇去美国留学。对，我去迄个德州大学，在 Texas， University of Texas。OK， 嗯，哎，嘛是过去学病理。哦，因为我本来就是病理。对啊，做我迄阵吼，改成走不出来呢。做差不多十几年啊嘞，对不对？就主要我即马去学病理是想要去学，或者临床病理啦吼。哦，临床病理啦。迄临床病理是包括血库，就是到尾我转过来学，研究的迄个血。啊，开始你的病理的训练是全科的嘛？全科的，不管对一部分拢爱做，拢爱做。哦，因为癌症的检查报告来拍，对不对？我迄阵我负责全台大医院的迄个外科病理的结果报告。所以外科那有送样本来，你拢爱看的。爱看嘿，啊个。啊，看迄个一切来组织到底是啥物物啊？无啊，有几啊？阮是轮流在做，啊嘛个，就是讲规日有一日，但这种。常常等于讲你早顿两天一次，规个拢你爱负责写报告出去。哦，
呀，台大的量足大诶呢，足大诶，迄个时都足大、哦。对啊，因为全台湾拢咧欠病理诶医生嘛。对啊，啊，即马嘛，一个安尼嘛，看惯啦。即马又搁咧欠。诶，啊，即马敢有较侪人爱做啊？嗯，我在想，可能感觉迄个台，可能有台语有较好，可能迄个环境啦吼、啊，工作诶环境有较好，有较有人要做，啊嘛有较有保障啦吼。对你诶迄个报告。啊，可能迄个收入也较有保障， okay, 啊，都靠人做。哦，啊，哦，啊，恁迄、那个恁迄个时代算啦，拢做侪拢。哦，拢。啊，你安尼艰苦啊做，但是有做出兴趣来无？无了。啊，不要，我是干呐，对上做兴趣就是讲，我做寡研究吼，亲像我将。迄、那个啥物做免疫病理，免疫病理，哦、免疫病理啊，我都真正做出来。哦。啊，将迄、那个。将迄、那个诶，讲、啥肝癌有一种伊个特别的蛋白，或者 alpha fetal protein。诶 ，alpha fetal protein， 要安那，要安那新设施，要安那，要安那合成，合成。嘿，啊，我用迄个免疫病理改创出来。哦，所以迄阵伫台大冇做一寡研究的，做研究，做研究，所以嘛爱发表做侪 paper 啊。啊，包括我感觉无啥物成就感呢。安尼吼，嗯，做个啊，所以。差不多在台台做要二十档，对。啊，中去美国几档？四年啦。四年吼，我安尼嘛未少安尼，四年嘛是搁等于搁读一个博士啊嘞。对啊，我拢无，干那专科医师，我有美国的专科医师啦。你有美国的病理的专科医师，啊，去啊好受训练。啊，你讲去美国是去对一个州，对一间。对，德州的州，那拢赶快去，拢赶快去。四年拢赶去去。已经嘿。德州迄间敢若真大诶一个医疗中心嘛，对，嘿，迄癌症嘛真出名诶所在，对，也有诶。啊，去美国四年，你又搁转来台大？无，我吼，诶，台大诶病理科叫我转去，啊，我讲我无爱啦，我感觉吼，我感觉我以前做遐侪年伫在台大吼，感觉。无迄、那个，无成就感，无成就感以外嘛，无感觉因对我好，啊、感觉我无受到应该有诶尊重。因为咱高一毕业未吼，对啊，去查某诶，吼啊伫台大都敢那袂输人客同款，对，那就是。不是因亲生啊啦，不是因亲生的，对啦，咱就是不啊，信不啊啦。而且迄阵病理拢查甫诶吼，啊，遐教授拢大牌啊，吼，叶叔。啊！你讲诶，灵魂四人、何书文，吼，迄大家拢足大牌诶教授啦。对啊。啊，咱高一底下，敢那秘书新妇。新妇啊！啊，所以你迄阵出国了，你就开始有想讲，无一定搁要转去台大。对，我阿哥无一定爱要做台便利。哦。因为去美国，你搁有学着别项。别项对，我做临床病理。啊，临床病理。嗯。啊，但是你若要留咧美国，应该足有机会啊。你若无想要留咧，我吼。迄阵有寡家庭的问题啦，哦，OK， 啊，阮老母叫我转来啦，哦，伊叫你转来，但是你囡仔有带去美国读册，有啊，拢对我，拢对你去美国嘛，哦，你去遐四当，啊，所以拢留底下继续读册，到尾我转来，我甲送去迄个私立的寄宿舍的教会 ，boarding school 教会中学啦，啊，会当住宿舍，对，迄个中学，啊，总底下大汉，大汉听，对啦，安尼至少因有一个安排啦，吼，对，啊，你较够家己一人转来台湾，啊，常常去甲看呢 ，OK， 转来了，都想讲要离开台大嘛，无，我都转来就无去台大，我转来就无转去报道啊，啊，迄阵出去读册，唔是台大钱，互你读的了，无啦，无需要啊，台大无需要因的钱，因为我迄个时去美国做住院医师嘛，啊，因都改，啊，都收入吧，收入吧，哦，所以你申请去美国诶病院时，你家己都收入吧啦，对啊，最不需要，都唔免靠台大的公费，啊，迄个时我感觉伊嘛对我有偏见，无要好啊！啊，好一个查甫的用太大的公费出去，啊，我就想讲，我来讲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合并都无负担嘛，对不对？无关的呀，无欠伊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
啊，是无彩呆呆进一定足后悔。伊若知影讲你后来变一个国际性遐出名的学者，伊就想讲，哎呦，迄阵若知早嘛好甲你闹咧吼。啊，这人生足歹讲的吼，安尼有当时啊，无同的环境啊，不同的遭遇啦吼。好，咱来进一段音乐，啊，我阁继续来请教林玛丽医师哈。女人的故事啊。归暗讲袂清，浸头露水，才知影伊的心。像过浪的池旁，一线一影，甘是永远袂散。胭脂掺芳香，目屎予阮看拢无，希望天公听阮的路。我亲像无声的歌声，一字一字拢唱到断肠时。过去咱风雨，今日也是看拢无，伤心袂入照阮。
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麦啊！我是主持人陈英雄医师哈。空中的朋友，今日我咱采访的哈，咱台湾真出名哈，血液病理、血液学的专家哈，林玛丽医师了哈。伊毕业了，维护统计清这轮。做内科的住院医师啊，无多刷去读病理研究所啊，到尾讲伫台大二十年吼，啊，伊感觉讲去大足无彩，吼了足侪伊的时间吼，啊，读侪遐辛苦啊，后来好加在伊去美国，佮进修四档吼，啊，回来了都无等于台大啦吼，诶，啊你讲当初呐想要做住院医师，那何里有通去做？你有想要去保利基督教病院，要去照顾原住民啦吼？嘿，囡仔。啊，这嘛是含你可能是不是讲你做基督徒有关系？我想是啦，都感觉人生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吼？但讲开业赚钱，敢有意思安尼？我是迄阵拢安尼想。啊，所以你的迄阵有想讲要去山地做这医疗传道的工作？敢那早期咱台湾做做这外国的传教士哈，啊来台湾照顾患者哈，就有贴心啦吼。好，啊咧，既然回来无去台大，啊总走去对。马街便宜，我总走去马街便宜哦。啊，马街便宜算教会便宜啦。啊，马街便宜有比台大较好无？你看，我想吼，这多好入面是有一个病理科的主任吼。啊，我是想讲要做临床病理，对，还包括会考啦，吼，数学、医学。Okay. 啊，还个要做，想讲有一挂时间，我想要做一般的病理。OK， 啊，嘛过一般的病理吼。是足无用的工课，啊！我是本来要有哪要家己倒做，倒做，啊！迄个主任吼反对啦。哦，伊讲唔免啦，伊家己做，伊家己做都好，因为伊嘛惊我啦。哦哦，伊就可能我迄个伫台大时我上有名，我做甲真好啦。OK， 啊，所以上有名伊煞惊着吼。哦哦，啊来伊就讲，伊讲叫我唔免做病理啦，哦，叫我去做临床病理的。OK OK， 啊，所以就好啊，临床病理。啊！后来血库嘛是总叫你去负责就对了。无啦，迄、那个临床病理内底是包括足侪项嘛。啊，迄内底本来就是我要去以前本来就对有一个主任，迄、是查甫的啦吼，技术主任。啊，无电话伫发现有一天有一个医生啊跳了对天顶落来，啊变做伊的主任啦吼。哦，当然他属于伊都无啥物欢喜吼。啊，所以伊真侪物件我都袂当做，伊不过袂当做，我干来当做血库、会考，就是输血，因为伊唔捌啦。即输血是足新的物件，都、好我去美国都好付掉，付就付掉，啊伊饿掉安尼吼，啊可能以前做以前啦有准有去受训啦是安怎，拢无法也无法多受即款的训练。无遐专门的对。无嘿啊，所以就。古早那你迄个时代，美国当个迄一九。我迄阵是一九八一年。所以等于民国七十年左右。七十年。迄个时阵台湾的输血还很落后嘞。嘿，就落后啊。拢迄个血牛嘛，对不对？血牛以外，啊，迄个普通交所谓交叉试验，就是讲你要输。血以前迄个检查，就你那减弱就可怕。我知呀，啊，迄阵哦，拢有人专门在卖血啦，吼。啊，咱那边叫做血牛啦，吼。像有人要开刀啊，需要血啊，就叫迄血牛来个抽啊呢。抽以外，迄个血牛有时讲有诶便宜，讲迄血牛先算给你做交叉试验。以前无足重视迄个安全性，啊，佫实在讲后来。现在台湾当然进步到我们现在这些血都是捐血中心，对，捐血中心这些血要拿出来，因为以前都先检查过嘛，我都很严格去检查，对啦，所以你那时候在马街开始建立这个输血的这些比较进步的做法，后来对台湾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血牛总消失去吼，哦，那是爱讲两部分，哦，就是一部分就是讲要安那促进叫大家去关怀，哦，啊，大家帮忙迄个关怀中心，哎，啊，去做迄个关怀运动。台湾的这个捐血中心嘛是差不多1980年代开始，伊是1970开始，啊，不过迄阵拢干那规一年拢规千地啊，安尼吼，足少的，啊，所以吼。
迄、那个卫生署迄阵柯主秋，一直讲希望因管较侪火时，即马即个火牛都会无去，对，逐个卖过去避火，吼、哦。对，啊，所以就一直要叫因管较侪火吼，去促进管火运动，因拢慢慢啊来啦。因为迄个时的管火运动是属于国民党的，要做啥物？迄、那个那些。你得得退休的人，何里去呀？安尼，一贯要做秘书养老的机构啦。一贯呢，红十字会一对对对的，国民党的迄个，哦，遐人在控制，控是啦。啊，所以拢一直做袂好。OK。啊，所以伊较拜托我啦。好好。参做做些参国参加因的迄个叫做国家血液政策， okay. 就是规个要将迄个血牛回回国去消失，要用关怀来捐血运动给提倡起来的。对啊，迄个时刚好伊个派迄个叶金川啊，哦，叶金川去做去来做做议政处长，议政处的处长，对，议政处长。啊，佮叫伊只伊个手下有挂迄什么，像蔡树林啦、啊石美春啦、啊，遐、okay. 个人做伙来。刀刀下手，啊！我吼，我是佮叫我是迄阵做书写协会，开始做书写协会，啊，组织书写协会了，都有足济诶，迄个书写协会会员，啊，我组织因啊，甲遐班长、卫生署大家来做，就捐血，捐血，啊，去做评鉴啦，先对评鉴开始，啊，就。捐血中心有标准无？哈，对，先按那不标准的时，就甲伊讲，你得爱按那做，啊个想要紧的甲伊讲，你每年拢爱增加捐血量，像讲包增加两趴啦，就几趴呢，叫伊得爱有一个计划，爱做会到。对，八零年代到差不多偌久全台湾？九二年。八年后，八年后就隆重，隆重中必须关怀关怀伊啊！啊，怎好血尿啊啦？哎呦，迄个国际人，大家拢惊到。哦，八张都发到，真无简单嘞。怎规个变过？哦，所以，啊、我就被你讲起来，恁应该做足侪代志。对啊，佮评鉴么？走台湾，走啦，走了了。达官市到尾拢有神嘛？拢有捐血中心。捐心看捐血中心以外，佮看病院，病院为血库嘛，血库标准啊，有标准无？啊，佮解释。佮改测算的，做标准，哦、就是那个 SOP 拢爱出来，拢爱出来，我拢家己拢家己改做做做做，拢规拢做出来，安尼啊，所以较将迄边嘛，改讲叫伊脑中有捐血，然后关怀的话是，你袂使家己抽，哦，你爱用关怀，啊无搞你较抽安尼，啊这个。关迄个评鉴的时，我迄阵开始有评鉴，对血库较有台湾的伊便宜较有评鉴开始，用血库的评鉴看讲，利用偌济，做迄个血库血库的血，爱用偌济关怀的血，啊做一个比例来做来拍分数啦。对，那呢？刚咧考试咧，啊咧，伊就认真来达到目标啊。对，所以双方拢改压力施压力。这被当头发都好贵的台湾，拢变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的民众嘛，足可爱呢。对，台湾人听话，台湾人真正讲起来，也够足有听心的啦。啊，够嘛真听话，听咱的专家咧讲的，会接受。哦，这。讲一个运动八年都发到百分之百，达到目标哈，这讲起来嘛是一个足大的成就啦哈。啊，另外迄、那个，好，我得爱个研究迄个，咱的血，咱要想讲要这地血要给这个患者是不是会下？叫做交叉试验。是。啊，这个交叉试验有牵涉足济问题，因内底就是或者免疫血液学，我内底有免疫的滴，所以我的对。古早也无遮进步，拢干那想讲哦，血型有下无安尼尔。但是唔知影讲迄内底一个足侪免疫的问题，一个会排斥啦，是讲哦。所以你安尼，你对迄个血液的研究内底吼，你嘛发现足侪以前的人无发现的，对啊，的物件呢？对啊，尤其是。亚洲的真无发现的，拢无我发现到。拢有发现到。嘿，啊，即阵大陆嘛也未开始做，拢，所以拢唔知影。啊，结果伊拢用我的，我都写作，我昨真紧的写一本教科书，将新的发现拢写伫内底。啊，迄个教科书，然后
怎变做中国？中国国际拢去看。对对，中国遐边迄个亚洲的人拢在用这做参考。对啦。嘿，你有发现迄种迄落全世界唔捌发现的迄种血型嘛？对不对？有啊。哦，你记住两个咧，和咱的听众朋友在一起来讲。就讲，其实有一种叫做，甲迄个先天性白内障加。跟那个有一种稀有血型的关系，这样哦，有先天性白内障哦，他也有一个稀有的血型，在台湾发现，在台湾发现的，所以是世界第一个发现的案例就对了，那是日本人先发现，先发现也久，那个咱用 DNA 来证明，那个有那个基因的那个禁锢是台湾，咱台湾，所以台湾因为安尼，所以变作，甲创造这个血型，变作第27个血型系统，血型系统足侪啦 ，A B O 就一个嘛吼。咱以前可能想讲 A 型、B 型、O 型俩，唔知讲这内底个，不要这哦，过来十个型哦。是哦，是啊，关键我那阵走到2000空几年的时，发现这个。这个基因的是该做第27个血型。OK。啊，迄阵都已经第27啦。哦。啊，即摆别可能还佫唔知偌济，我唔知啊。所以，安尼台湾的这个血液研究，伫国际有哪算排一条顶的？对啊，都真变作足有名，因为亚洲已经到底是安怎？噶啦，日本在发表，日本有发表，啊，剩的咱这拢无，东南亚拢唔知影嘛。OK， 啊，差不多东南亚的问题拢我改，拢你吹出来，吹出来。哦，所以莫怪人讲讲你是血液学之母的，就是讲哦，这算你开创出来的一个研究的新的领域啦，讲个哈。啊，你冇写册嘛？这你冇出册嘛？哈、啊，那变做讲那边读血液学，那不能变教科书啊呢？是啊，我就讲那变做大学的教科书咯。教科书嘛，哦，那冇换做外文。我无，我唔知迄个想讲印度啦，印度嘛拢用我的资料啦，泰国啦，泰国伊本身就做了一面，本来都袂歹嘿。啊，那想讲越南啦，迄应该拢爱用咱的嘿。啊，中国啦，中国拢看咱的对吧？伊唔是啥拢看咱的。所以这种名单是赢因足济的对啦，吼，遥遥领先啦，吼。啊，这就是林玛丽医师，伊对于。一般病理到临床病理，搁到血液病理，开创一个新的这个研究的，这个在全世界变足出名，哈，伊是这个血液学的这个研究足重要的一个学者了，哈。咱过来听一个音乐，我搁继续来个请教，哈。我的夕阳，遮掩了我心中的灰。
声响亮，我依然凝望着那白纱窗，回想着脑海里思念的影像。浮云朵朵难道不属于你和我，深深的情感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、我是主持人陈英雄医师哈。观听众朋友哈，咱听到今麦都知影这林玛丽医师哈，伫台湾的重要性哈，血液学之母啦哈。但是林医师，你虽然讲伫这方面有遮好的成就哈，但是你的身体家己嘛有出状况呢？对啊。我拢一直在破病，系啊，嘿，啊，我得病病，伫台大十年也是，大概是拢有十年的肺结核。哦，你有得着肺结核咧？对，十年。哦，迄嘛足伤重的。啊，去到美国，一个美国的是一个，嘛一个有一肺结核，唔知影讲去到美国还佫再发。哦。啊，转来啊，都转来较治疗好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刚才一个肺结核都给你十几单，十几，嘿。啊，你搁钓钓？死性哦，我等下台湾，1982年钓到乳癌，啊嘛，迄个乳癌是足早期的，所以开刀了，啊都无啥物治疗，啊都无个复发，无个复发，嘿。啊，你看，啊搁钓癌症，吼，啊搁了，啊搁死性肝炎，啊搁肝炎。肝炎吼，20年啦，迄阵拢无药啊嘛，迄阵拢无药啊，到尾啊，底下拢常在做 interferon， 啊，食迄个抗病毒的药啊，哦，食个足艰苦诶，人会艰苦，真艰苦，啊，差不多20年。吼，所以你含疾病嘛，对抗，过了十年呢。对啊，迄个有人讲，迄是一个奇迹啦，活落来是奇迹啦。奇迹呢，真正的呢，工作过遐无闲，研究做遐多，吼，啊，结果身躯过一直破病，啊，你安尼真正我真可能听众朋友是无看到你本人啦，我即马安尼看你，还佫足健康啊。
哇塞，我起码是有骨质疏松症的。啊，骨质疏松，我这是老伙仔的啦，对啦，老伙仔的。哎，拍死啦，讲你老伙仔，啊，我真正八十六岁啊嘞吼。哦，这咱听众朋友，您可能刚才听林医师在讲的，无法度想象讲伊已经有八十六岁，但是哦，实在我甲看起伊的迄个表情啦、话力啦，还是讲这个。哦，欢迎啦吼，拢一个足好啦，就个足好啦，而且足无简单呢。啊，这是讲，你爸爸妈妈的身体什么款？我爸爸是嘛是常常破病，我老伊迄真歹讲，就是因为我老母是日本人。哦，你妈妈日本人？嘿，阿姨吼，哦，对日本来台湾，当然是水土不合，嗯，所以常常破病。安尼哦，啊，就是因有长寿不？无呢，我老母拢六十九岁的过身啦。六十几岁呢？嗯，安尼你算比因继续用啊啦。对，比我老爸更加用。对啊，我老爸，哦，伊做开业医生。伊嘛六七十岁的。无，伊无，伊是八十三岁。哦，对，我你袂歹啊，我比伊较久啊咧。但是你无伊遐享受就对啦。无，我嘛感觉我无需要呢。啊，无需要呢。啊，你我看你的生活实在讲是真。个你做爱画图嘞，嗯，吼，画图啦。你画图是当时就开始。我伫高一的时代吼，哦，读册时，在迄个因为杜聪明，迄阵杜聪明好爱的院长啦吼，讲主张医生得爱知影艺术嘛吼，啊爱知影文学，啊所以迄个时就替学生请一个画家，叫做刘曲祥。哦，刘曲祥最出名的画家，画家，我来教美术咯。来，高一吼开一个会，或者星期六画会。哦，真的哦，啊，我拢顶星期六画会为多。哦，所以你学生时代对刘启祥为多。哦，啊，所以对开始对素描、对水彩、对粉彩、到油画，啊，家己到尾啊，去美国看到亚克力这么水的色哦，再用亚克力，啊，画亚克力了，啊，转来台湾，啊，去美国去看我的朋友遐，伊甲我介绍一个叫做用蜡，迄个蜂蜡，就是蜜蜡啦，吼，迄个香的蜡吼，啊，来甲是巧做伙啊画图，或者蜡彩啦，蜡彩，啊，我到尾画足侪蜡彩，啊，人大家感觉讲蜡彩比啥物佫较水，哦，比油画佫较水哦，我是材料的关系哦，啊，我即马是画玻璃，哦，画玻璃，彩绘玻璃，彩绘玻璃，哦，我即马无简单，嗯，哦，所以你安尼对学生时代到即马画四五十年啊咧，六十年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方面嘛是有艺术家的成就嘞。欸，有啦，我会开过两个三遍画展嘞。哎，真无简单。哎，啊，你文笔嘛足好啊。哦，我是，我本来就是要读文学院嘞。真的啊。我本来是要读文学院，阮老爸老母甲我讲袂使。我是医生，讲伊，阮老爸是医生，你一定爱读医学院，啊，若无无爱寄钱乎你。真的哦。好，啊，恁恁爸。爸，我来做专制的哦，所以你总无去读文学院的对啦。对啊，无法度。但是哦，咱听众朋友吼，若有趣味读迄落林玛丽医师的传记啊，是著作哈。回忆录哈，那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林玛丽医师回忆录。回忆录。嗯。个日本什么波斯菊？风中的波斯菊。风中的波斯菊。那是绝版啦。那已经绝版啦。绝版啦，是吧？啊，林玛丽医师的回忆录，足好看的啦，真正足精彩啦吼。啊，跟我画册。有啊，我迄时总送人，人爱会使写批来给我，我会使寄给伊。哦。爱画图啦，爱写文章啦。我买单片咯。啊，可以单片咯。嘿，我是单，迄阵。阮老母，因为我一直吵讲，我不爱读医学院，要读文学院吼。阮老母甲我讲，哎呀，你练 piano 啦，所以甲读医学院嘛，再搁学 piano 咧。piano 啦，啊，我真拍拼学 piano， 啊，搁有演奏。哦，我演奏过迄肖邦的迄个《幻想即兴曲》，迄足歹弹的。哦，是哦。啊，马古，我到尾读。
病理研究所来台北了，我老爸将迄片拢搞卖掉，我怎怎无去？无片咯，怎无去？规个片拢拢无去。安尼啊，无彩无彩。无彩。嘿，啊你所以你看，音乐、美术啊，个文学哦，这三项你拢爱呢，拢做爱呢，做爱吼。嘿，啊，要讲科学无讲遐尼爱呢。但是你结果嘛是科学的时间影响济啊，对无？是啊。因为你敢那论文那种哦，几百篇，两百篇嘞嘛，两百篇论文那个演讲嘛是两百张以上啦，以上啦，当然啦，演讲是唔免就写论文遐辛苦啦。对啊，音乐、艺术啊，这个文学，所以咱听众朋友就知影讲，这林妈的意思多才多艺啦，讲起来你算才女呢。这下，哎呀，啊！但是，哎，恁是恁爸爸还是恁妈妈靠这方面的天赋？该先管老爸。恁爸爸吼，伊对艺术还是文学伊嘛有趣味、嗯。对对。哦，我老母嘛对文学有趣味。好嘞吼。哎，啊！你讲恁妈妈是本人吼、哦？嗯。啊！但是伊过来台湾才久了，伊会晓讲台语。袂晓呢。啊，无伊拢。小可拢教我讲日本话。哦，伊拢含你讲日本话哦。嗯啊，恁爸爸会晓日语啦，所以无问题啦。嗯嗯。所以恁自细汉恁日语都有啦，拢会晓啊嘛。嗯，对啊。哇、啊嗯，这都你看啊，你日语啊，搁去美国读册，搁英语，所以你真正是多才多艺嘞，吼、哦，这无简单嘞。在艺术的创作，起码搁继续有咧做嘛，对不对？有啊，系啊。有啊。啊短片咯，全部都无去啊，就无彩呢。哎，安尼我看爱送你一台片咯。就我只有片咯。啊，较无咧大，无得大。哦，哎，是哦，就无彩啦。但是是讲，有这种的文学艺术的这个陶冶啦，哈，还是讲这个培养哈，可能就伫这个医学的工作顶管哈。较袂感觉遐枯燥啦，吼、嗯，对啦，系啦，啊无你讲的像病理啊，规工浸伫遐，拢干那咧，男性忙死体，就是咧创迄个材料，切材料，看切片，切片对啦，讲起来是，这当然迄是足重要啊，但是实在讲不该趣味的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啊你那画图就足趣味啊嘛，对啦，对啦，那你当时有个画展。我想我大概有大概要个发展较困难，因为较济岁，啊，这个彩绘玻璃，迄需要的时间较济，佮较困难，迄较困难，所以要画到迄个量够，我都做发展，我想。可唔知有法度无？二三十件都会使啊，都会使电脑。我都画未到呀。唔一定，唔一定。日本的一个，我记日本以前一个医生哈，来台湾演讲的时候，九十几岁啊。嗯。好，可以做个大片咯。要。嗯。伊迄阵来的时候去辅大。应该、嗯，啊，辅大医学院迄个江汉生呐、啊，嗯，嘛是做个大片啊咯，对对对，啊，两个做个大片啊咯啊，你好，系啊，我喺日本以前九十九岁来呢，哦，啊，佮甲迄个听讲讲吼，嗯，预约五年后见呢，足不自信的，伊讲哦，活个百外岁，哦，足新鲜个，啊，迄个医生就是足爱应该。嗯，伊伫日本，伊有提倡迄个音乐治疗啦。哦，嘿，伊讲音乐对患者足有帮忙诶。嗯，嘿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真心实诶医生咧。嘿，所以林玛丽医师这方面的成就哈，但是哈，我知影你后来啊，这个学医学做个安尼就有成就了哈，你阁小可转对人类学。人类学 DNA 哈、嗯，就是遗传学哈，含、这个基因哈、尤其发表迄个论文讲台湾人的这个血缘的对啦哈，讲咱台湾人的基因是对对来，简单讲是咱的祖先对对来啦，哦，啊，讲咱含北方的这个汉人无同款，对对，嚯、哦，这论文轰动全世界呢，
对啊，这这是石破天惊，就是讲哦，可能对台湾人来讲，这个研究的重要性哈，哦，佮超过其他所有的代志啦，哈，所以。后来，这个林玛丽差不多买下去十几年，拢在做这嘛吼，二十年、二十年吼，二十万年。所以对六十几岁开始，专对这个方面来是吼，发表作些足重要、足重要的这个文献啦吼。啊，今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个问啦。后尾拜，个拜托林玛丽医师吼，个继续来讲这部分台湾人的血缘。台湾人的 DNA 哈，台湾人的祖先对对来哈，这足新鲜啊，但是嘛，足有挑战的啦哈，足有挑战性的就对了啦哈。好，啊，咱今日先伫这节目过一段路，后尾拜哈，我继续拜托林玛丽医师哈，过来和咱采访哈。今日是多谢大家听众朋友的收听，多谢。早上打拼为生活，为你徛在日头下，做牛做马不惊磨，只要你做伴。为阮付出无条件，感谢你陪我做阵行，千里的路途。有你甲开我，人生的歌无好唱，唱了一段过一段，好歹鸟拢免怨叹，一人一款命，前途茫茫，不免惊。咱拢是勇敢的鸟者，头前路不管有风也有雨，我甲你相依偎。不免惊失败，咱会当搁拼，只要有你陪伴，脚苦的路我嘛行，火车会搁开，目屎擦擦着干。海得嘛会出好仔，歹人有水命。只要脚步迈踏差，我相信有一天咱会赢。感谢你愿意来做阮一生永远的靠山。
才会搁开，目屎擦擦着干，不怕海因准则。